在干嘛？在干嘛？检查一下。检查一下作业。弟弟在干嘛？哥哥呢？哥哥去拉屎了。屎啦！你拉屎了吗？拉很多很多。那十个，有画面感的。大海海，这是二声，这个是四声，这个是一声。输了。那就对了，不是，那就对了。对呀、啊。人家我女儿对了，还跟我说我女儿错了。我们现在就是你们两个轮流说。这个警察要看小偷。对呀、啊，他说小偷了。这是第二排的第二个人是小偷。嗯，还有吗？今天给你们做什么好吃的？草莓蛋糕。草莓蛋糕好。昨天带你们去摘的草莓，来给你们做一个。好啊，等一下，妈妈这是什么？蛋糕啊。蛋糕怎么变成黄色了？这个是蛋黄，宝贝。你们作业都弄好了吗？嗯，好了。都好了。好多。好多啊！今天做八寸的。送进去烤就可以了，交给时间。哇！哇！好酷！放凉。为什么放凉？放凉才能脱模，宝贝。把草莓等一下就装饰，好吗？啊！我要挤奶油。好，可以。我也要挤奶油呀。好啊，好啊。我们的淡奶油要省着点，只有这么一点了。都洗手了吗？洗手了。嗯。洗手了。对，给它铺满。这什么叫铺满？铺满就会比较多啊。自己做的蛋糕，等下吃起来就很香了哈、哦。嗯。妈妈拿好吗？好。妈妈拿着给你们弄。好了，漂亮了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再铺一层。刚刚好，好嘞，可以了，完美的，哇，好好吃呀！来切，我不要吃大草莓，你不吃大草莓啊？我要，姐姐先来，我先等姐姐来。第二块就是我们哥哥的了哈，我要大草莓，给你宝贝，谢谢妈妈，不客气，掉了，掉了没关系，大草莓。好，你要大草莓，那个是你放的是吧？嗯。弟弟吃小块一点哈。好。给你。谢谢妈妈。不客气。好吃吗？嗯。这个就留给爸爸、爷爷奶奶吃哈。好。一人吃一小块就好了。这么大块哟。对呀，因为我们大人了呀，大人要吃大块的呀。感觉爷爷奶奶不疼。不敢吃这个奶油哎，他不敢吃那奶油，他们也是爱吃甜的呀。自己做的就是那么好吃哈。妈妈点赞，谢谢宝贝。我也喜欢，谢谢宝贝。我也点赞，谢谢。自己摘的草莓又甜，主要就是样子大小不好看，但是啊，这个草莓是我们姐姐摘的哟。点赞。大草莓是姐姐摘的。对，姐姐摘的这个最大的草莓。